陳志全議員。多謝主席。接著下來我要處理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是政府總目144政府總部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涉及範疇是人權。在今次的修正案裏面，由第772條到第809條，總共是38條，都是有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我記得去年本來我準備了很詳盡的資料要去講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尤其是關於人權的部分。但由於當時主席就所謂的剪報是將那些合併辯論壓縮，令到我是沒有充分的時間去交代這一部分。所以今次我都學精了，就不要壓軸，最想講的壓軸先講，因為不知道什麼叫壓軸的，主席一來一動就是的了。所以我就希望早點講，可以有充分的時間去在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人權部分做得非常之差，所以我是會支持包括削減政制內地事務局的一般開支，包括是削減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一眾官員，包括局長、副局長、政治助理的薪酬的。因為主席之前收到消息，就因為有議員就收到電話，就說要準備下一部分合併辯論的動議，咁所以呢就有傳話主席隨時呢就會終止呢一個部分第二部分嘅合併辯論。咁後來呢原來就唔係嘅，誤傳嘅，就話原來係一個行政手續嚟嘅啫，唔代表話主席今晚要喐嘅。咁唔係啦，我都係將最重要嗰啲拎咗上嚟講先呢著數啲啦。所以各位議員就唔好等啦，唔好好似我去年咁樣即係吃過苦果學精咗啦。重要嗰啲。如果你係掌握你嘅發言嘅時間，唔作太冗長累贅的發言的話，那你也不會佔用了其他想發言的議員的時間，所以請你呢是到題，不要講離題的內容。你現在呢這一次是第16次發言，在這一項辯論裏面第16次的發言，所以請你掌握時間。是，但是呢我在總目144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呢是首次發言，多謝主席的提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只是聽個名字，大家就以為它做政制和內地事務，其實主要可以概括成四個範疇。第一個範疇是基本法的推廣，第二個範疇是推動香港的政制發展，第三個是加強和內地和台灣的溝通、商貿關係、投資推廣，以及如果香港人在內地遇到事，理論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都會提供協助。第四部分呢，就是我要詳細論述的關於人權部分，是關注保障個人資料私隱和人權各個有關的權利，包括促進性別、家庭崗位、種族、性傾向的平等機會。早前其實在關於選舉事務那裡，我們講了一些關於政制的部分的東西，那我這一節就不打算去談論很多政制的問題。當然我相信這麼多位議員這38條修正案裏面，他們一定是有因為政制部分呢是要提出的修正，譬如范國威議員呢，他提出了一個是要削減整個政改諮詢那個開支的，我相信他一會兒都是會發言。其實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呢在政府的局的架構裏面呢所負責的事情不是那麼多，所以它所牽涉到的開支也很小，我相信是數一數二少的，就是5.829億元。甚或之之前也有議員覺得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很多工作其實它沒有存在的必要，削曬，即如果真的要削曬一個局，叫大家投票削哪個局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應該是拿最多票，因為那些工作是分給人的。基本法推廣就是你俾教育局俾邊個都得啦。政制發展而家就有政制小組啦，即係已經高咗個層次啦。內交梁振英搞內交好過你好多啦，即係係咪好過譚志源好多啦。特首辦搞又得啊，中策組搞埋內交都得。但係呢人權呢個部分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係冇得匿嘅。因為政府嘅分工俾咗你
你就是要肩負起這個責任。但是我想跟各位香港市民說，跟世界的人說，我們香港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負責人權的高官，在香港保護香港人的人權，尤其是小眾的權益那裡，是接近交白卷。所以我先發言是支持削減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一職的全年薪酬。是的，劉江華在修正編號798黃毓民議員提出，同埋修正編號799，我諗佢哋兩個都冇夾過嘅，都係提出同樣嘅一條修正案，削減嘅金額係年薪包埋，我諗包埋津貼嗰啲啦，220萬，係啦，劉江華一年就代220萬。舊年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劉江華代表特區政府出席喺日內瓦舉行嘅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會議。在會議上討論性傾向歧視的議題，副局長一直在打官腔，並與在席的聯合國代表指，香港多年來一直是透過公眾教育讓市民明白不應該歧視少數性傾向的人士，重申特區政府的立場是反對性傾向歧視。但是當歧視在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的成員當面批評港府的立場是軟弱無力，質問劉江華，如果不為性傾向歧視立法，怎樣禁止歧視？對於歧視者可以帶來甚麼幫助？委員指，港府現有的所謂反歧視政策，極其量只能夠減少政府部門的性傾向歧視，但是對於非政府部門，港府提供的反歧視保障是零。例如法庭就無法處理性傾向歧視的案件。另一個委員說，歧視是源自市民對歧視規範和歧視法律的不清晰而造成，反歧視保障需要清晰的法律定義，讓市民知道法律怎樣保障他們的受歧視，要求政府必須為禁止性傾向歧視立法。在會上劉江華的回應說，都是那些官樣，港府已經廣泛宣傳性小眾平等機會，並增加撥款加強相關工作，又承諾港府將研究海外相關行政和立法措施。好了，今年聯合國又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前幾天而已，我們有些議員都過了去，不開立法會過了去這個聯合國，那他自己判斷了。平機會代表香港在聯合國上發言，說本港尚未就性傾向歧視立法，認為香港現時性傾向歧視問題非常嚴重，希望聯合國促請港府盡快立法。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在聽證會結束之後發出問題清單，將性傾向歧視立法列為香港其中一個最高度關注的議題。看看劉江華副局長今次在聯合國回來又給一個什麼交代給香港市民，給一個什麼交代給香港的性小眾。其實香港亦都有派一些性小眾團體，有一個叫做爭取性傾向歧視立法陣線出席這個聽證會，他們的內容我不詳細講述，我只講一點。他們說去年香港有一個女同志跳樓自殺，最後發出短信內容指是被人歧視，好不開心。另外一會我會詳述一間基督教的學校要求老師簽署聲明，如果你是同性戀或者是性別認同有不同的，即是想變性的，是可以炒了你。這個特區政府呢，或者講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呢，亦都是沒有去嚴肅處理。譚志源局長多次我追問他，他最叻就不立法，那不立法怎麼樣呢？加撥資源，增加撥款。那我們又看看條數是怎麼計。未來一年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針對有關個人權利的預算開支增長呢是很少。2013-14 年度2000萬，微微增加到未來一年2320萬。而且呢，當中不少部分呢其實是講緊是留給小眾啊，小眾這個這一塊都是很大塊的東西來的。小眾包括或者弱勢社群啦，
包括少數族裔和兒童權利。不過講開兒童，我想其他議員都應該要發言，轟下政府的兒童議會啊，為什麼不成立啊，這些都應該是這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失職。我不是說即是其他放在少數族裔是不重要啊，才聲明。而是個人權利作為一個這麼廣泛的議題，至少包括呢三大性質的人權內容，少數族裔啦、兒童啦，同埋我所講嘅性小眾。性小眾呢都可以分到好仔細 ,LGBTIQ, 啊，如果未來一年只係增加300萬嘅開支撥款，咁試問你分完俾呢個少數族裔同埋兒童權利之後，仲有多少錢係落到呢個範疇裏面呢？你向聯合國究竟係咪講緊大話呢？你話暫時唔用立法，用增撥資源。早前我亦都曾經書面質詢過當局有關向公眾推廣消除性傾向歧視僱傭實務守則嘅詳情。即係政府最叻，佢唔立法就係兩樣嘢，一樣就增撥資源啦，另外一樣就是教育。咁教育做咗咩嘢呢？除咗賣下啲不電視廣告，咁你睇段條電視廣告其實都唔知攞到啲咩信息嘅。咁呢個好實在嘅，就係叫做消除性傾向歧視僱傭實務守則。咁政府就回應啦，佢話透過唔同渠道向公司型機構推廣實務守則，其中包括呢係廣告宣傳、舉辦研討會、簡介會，同埋去信本地嘅公司型機構僱主，呼籲佢哋呢係採納守則。在2014年呢，他會繼續透過不同的渠道向更多公司型的機構呢是推廣。咁當其時我書面質詢再加後來的口頭追問的時候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呢都是交不到啊一個實質的數字俾我的。即係我諗你發咗信俾人，咁人有冇福利啊，使唔使話簽啊，你有冇統計，唔係話擺咗個政策、擺咗個措施出嚟就代表做到嘢或者做咗嘢㗎嘛。即係做咗嘢唔代表做到嘢啊，應該咁講。政府喺立法會面前呢都多次打官腔，問咗佢好耐，有幾多間啊，咩類型啊，點樣推廣啊，都唔正面回答。後來呢即係我又係啦，補充質書面質詢再口頭質詢，口頭質詢唔滿意再寫多張補充質詢。政府你唔好怪我哋话入咩几多千条啊，因为你唔答我梗係要再入啦，入多啲啦，下年入多千条添啦，係咪咁就收到啦。佢覆咗喺呢个消除性倾向歧视雇佣实务守则里面呢，佢就话去年就曾经致函90间大規模嘅公司型机构，咁90呢个数字大家满唔满意就大家评论啦，就呼吁佢哋採納消除性傾向歧視僱傭實務守則。到目前為止呢就有40間去呢向局方表示會採納實務守則，咁就會繼續向更多公司型機構推廣，呼籲佢哋。我之前已經提過議員呢，如果嗰個修正案係要削減官員嘅薪金嘅話呢，你嘅發言應該主要就就嗰個官員嘅工作表現嚟到去評述有關嘅政策啊，好似你所講嘅任何嘅政策範疇，我哋都當然都要展開長篇嘅辯論，但係咧係唔適合喺而家呢一個辯論裏邊進行嘅。好多謝主席，請你集中係就官員，你認為官員嘅表現點解係令你認為需要削減薪金呢度？走數咯，應承增撥資源又唔增撥，跟住敷衍咯，摆咗条消除实务守则出嚟，但系又唔确实推行啦。不过唔继续喺呢个度争辩啦。嗱，当局咧，其实喺2005年已经成立咗性别认同及性倾向小组，就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管辖，就负责管理同监督平等机会括弧性倾向资助计划嘅。而家我同你睇数啊，並且提供熱線處理有關性別認同和性傾向的查詢和投訴。我留意到呢個小組的員工編制呢多年來呢是惹來救病。你估有多少人呢？兩個全職員工，包括一名職級相等於一級行政主任
同一名職級相等於二級行政主任人員，除了監管和監督平等機會性傾向資助計劃處理有關性別認同和性傾向的查詢和投訴，小組亦都舉辦即是那些行業宣傳公眾教育活動，包括剛才推廣這個守則。咁其實佢用咗幾多少錢呢？喺綱領四個人權利項目啊，綱領四2013至2014年度用作促進不同性傾向人士及跨性別人士嘅平等機會修訂預算，只有298萬，當中小組員工開支呢已經佔咗93萬，意思呢大約只有呢係200萬左右呢係用作真係推動性小眾平權的事宜。雖然在未來一年呢是會增加著量增加開支增加到350萬，但相比於整個綱領第四個人權利的未來開支有2300萬元，只佔當局的人權預算的 15%。